中国武术源远流长，历代以来高人辈出，名门分立，中华儿女凭着坚韧不屈的精神，博大精深的文化智慧，不断开创出各种精巧奥妙、强壮身心、克敌制胜、修心养性的拳法。传自南少林的咏春拳便是其中一种。传说咏春拳始创于南少林高僧智善大师，由于拳法创立于南少林寺的咏春殿内，事故取名为咏春拳。由于满清朝廷执意摧毁南少林，危机迫在眉睫，智善禅师仓促间将这套尚未成熟的拳法传授给老梅，及逃难之时相助的红船班主苏三娘。南少林被灭后，五梅师太逃到峨眉，将拳法去芜存经，奠定了咏春拳的基本套路，并于归隐前将所有拳法传于弟子严咏春。禀告大人，有一批南少林弟子杀出后山。可恶，一个也不能放过。你这秃驴终于肯出来了。南少林寺结党营私，窝藏叛党，意图谋反，本都统今日就要将你们彻底剿灭。阿弥陀佛，朝廷苛政残民，滥杀无辜，我佛慈悲，以解救众生为己任，身为南少林弟子，岂能置身事外？即使南少林再次被围剿，我们也不会屈服的。好，我看是你南少林武功高强，还是我大清丰台大营的八旗军厉害。南少林的袈裟衣钵就在我身上，有本事你们便过来拿吧。谁杀得了这秃驴，赏金万两。师兄，我要回去找师父。我们要遵照师父的嘱咐离开这里，我们肩负着要将南少林的武功流传下去的使命。可师兄，我们又能去哪儿啊？师父说过会有人在这里接应我们的。你看是不是前面那个马车啊？南少林弟子，跟我走。等等，切口。自己人，你是咏春。
春泉，严永春。臣叩见皇上。皇上，这是南少林的。不必说了。朝廷动用八旗军去围剿一座佛寺，弄得死伤无数，最终就为了这两件东西。皇上，这是南少林的传承法器，我们抢了它，便断了南少林的传承。哼，可笑。还是那个智善想得通，用两件无用之物换来南少林开枝散叶的机会。皇上，蠢材，自己看看。南少林的真正传承在这里，每一个在你手上溜走的俗家弟子都学会一门南少林绝学，他们一个人可以教100个人，甚至1000个，而且散布天下，无处不在，这才是真正的传承。奴才知罪。拨浪鼓看一看，来看看电视，卖面具。小姐，这边好热闹，我们去逛街去吧。赐的百丈红印烧完，武馆开张大吉，从此生意兴隆，客似云来，货如轮转，一本万利。老胡，你以为仪仗像你一样是开赌馆的吗？哦，什么货如轮转，一本万利，都是一派胡言。各位乡亲父老，在下李巴山，师承白眉道人的八卦拳，自义城以来，全无敌手。如今回来凉城，落叶归根，开馆授业，希望大家鼎力支持。只要是凉城乡民，我都可以收他为徒。我一仗教你们功夫，注定你们就是武林高手，以后不怕有人欺负。到我赌房消费，还能打折。衙门官差报名了吗？我们衙门的人也要学吗？你是不支持我仪仗啊，还是不支持朝廷啊？好好，我稍后就派他们过来。好，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你们在干什么呢？赶紧过来排队啊！哎，你们几个让他们过来排队。来来，排队排队。不了，快点，快点排我队啊！先走。你们几个，快点，走吧。先走。队员来啊！别给拉进来。排队啊，排队啊，快点走啊，快点，跟上跟上，我等着。那你干什么？这边这边，你走，快点。哎，你过来啊，快点。那你过来，我停着。没事，一点啊，一点，来来来，快点。干什么呢？我是来画画的。哦，你画的这是符吧？你是不是暗中给我一仗下蛊呢？这不是蛊，是素描。你小子还敢撒谎，你找打呀你！慢着，这是西洋画，我在宫中见过。洋鬼子给皇上画过肖像，就是这个样子。小伙子，你会画肖像，你是谁？我叫梁伯愁。他就是梁祖的儿子。梁伯愁，不错，
一表人才，又会画肖像，迟一些给我画一张肖像，老夫就先收你为徒。你小子很走运嘛，第一个入门了，以后你就是大师兄了。不要，我不想学武功的，我一定没有天赋，我就是想画我的画。怎么，是瞧不起我李巴山，还是我不够资格做你师父？可是我真的不想学啊。这个李巴山好像也有些名堂，八卦拳是武当白眉的绝技，如果得到真传，不容小觑。看这架子，要强迫收徒，能有什么真本事？不要乱来，我们这次来凉城是为了与红船接头，借他们的船载我们一帮兄弟南迁。现在朝廷的鹰犬四处通缉我们，一旦身份暴露，牵连重大呀。我真的不想学武，你们不要逼我呀。小兄弟不用怕，我只听说过抢新娘上花轿，从没有听说过逼人拜师学艺。你是何人？在下六合门张铁成是也。是六合门的人呢？张师父，久仰久仰。李师父，如果你有真才实学，又怎会怕没有人来拜师？如果你怕地方大人丁少，我六合门香火鼎盛，弟子众多，我随时都可以叫一百几十号人前来练拳。你放心，你的徒弟很快便会成为我的弟子，从明天起凉城不会再有六合拳。哼，好大口气，那就相请不如偶遇。李师父请指教。哼，我李巴山向来不指教人。我爹啊，他是进宫十大高手，没打就知道结果，有什么好看的？不如看看我今日的战利品。师父说过，八卦拳是内家拳，着重步法与身法的灵活诡异，善于避正大邪，一出手便以螺旋与拧劲来伤人筋骨关节，掌法柔中带劲，能够隔着豆腐震碎砖瓦，与我南少林的刚阳拳截然不同。那要看对方有多少火候才行。看来胜负已分。这么快便能看得出来，这个李巴山步伐矫健，稳如泰山。相反，这个六合拳师几招式里方寸已乱，而且急于摆脱弱势。好，往后只会一步一步跌入李巴山的骨掌之中。那么，为何他不将其击倒？这叫晚点。如果一下子就将对方击倒，那有什么好看？还少了炫耀自己武功的机会。师父，师父，师父！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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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来张师傅以后是不能再教你们学拳了。你们如果想学拳，可以来我李巴山这里学，否则下场和他一样。我们才不会。那么以后就不准练拳，滚。这个李巴山实在太霸道了，那手八卦拳好狠呐，根本不是比武较劲，分明是有心伤残对方。朝廷内的高手作风向来心狠手辣，遇到这样的对手，记住了，千万要小心应付。好了，千万不要忘了我们这次来的目的，千万不要节外生枝。迎春，我们走。好。小二，这都打完了，你肯过来招呼我们了吗？小二，来来来了。对不起，对不起。你走路不长眼睛。对不起，对不起，我是无心之失。我的香水，我赔给你。赔？在这粮场就只有这一瓶香水，赔？你怎么赔啊？你还赌？小姐，得饶人处且饶人，本小姐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要你管？我偏要管。放开我！放开我！老爷，老爷，小姐被人欺负了。手！找死！医生，刘妹，刘妹，何人欺负你？刚才有三个男人，现在不知道去哪儿了。你放心，我翻遍粮城要把他们找出来。好啊，我也很想找他。啊，我意思是说，我也想找他出来教训他。丽叔，帮我倒杯水。少爷，你看起来气色不对呀。哎呀，别提了，总之是流年不利，本来就是想去画几张画。林叔，有没有消肿的药水拿给我用一下？你这是怎么了？叫你去你就去嘛。啊，好。老，梁城药膳堂的回春跌打酒，正骨散瘀最好。啊，爹，你怎么回来了？你大惊小怪做什么？见到爹回来不高兴吗？不是啊，只是有些突然。突然？我看你简直是……
我只是担心他在路上会不会被人欺负了。他跟随五梅是在学武功，有谁可以欺负得了他？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哎，老爷老爷，什么事？街头里是武馆的李巴山师傅带着大批人来了。不是吧，竟然上门找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爹，那个李巴山一开馆便到处逼人拜师，我也差点被迫拜到他门下，想不到他竟然会找上门来。李叔，你千万不要说我在。李巴山，大丈夫行事光明磊落，有什么可怕的？跟我一起出去。不是啊爹，那个家伙真的不好惹的。哎，少爷，他是找老爷，不是找你的。啊？找我？真满，老虎，真满，真满！今天实在是太开心了，我无论如何也要不醉不归。好。哎呀，巴山呐，这次见到你，真是恍如隔世。对了，当年你明明是被征入宫去做太监，怎么又做了全师了呢？哎，我也以为要当太监，但没想到朝廷那边说侍卫缺人，便把我安排与侍卫一起练功，还请了武当派的高手来教。我这一身功夫，便是由武当派的白眉道人亲自指教。师父还给我取了一个名字，叫李巴山。巴山？巴山这个名字好啊！想不到你因祸得福，来，我敬一杯。来，来，老胡。有什么福可言啊？我千辛万苦练功，升至十大侍卫之首。十年前，我派人去围剿南少林，晚了半天，便被朝廷贬到城外守城。一年前，又被排挤出来，便提早告老还乡。大山，官场是非多，提早抽身，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啊。哎，不说了，不说了。来，伯仇，今天快替李师伯斟酒，喝个痛快。这位是玄法寺的念空大师。你们几位师侄，不用担心。至善师兄重建的南少林，虽然又被朝廷所摧毁，但只要你们这帮弟子还在，南少林的法统依旧是长存不朽。我的八卦拳似柔实刚，我一看见你，便知道你骨骼单薄，不成，你的确不适合。但我女儿也不差，她练就了一套八卦连环腿。我将小女许配给你，李师伯，你以后就不会再怕了。爹，不行啊！
就这么决定了，一定要娶你李世伯的女儿当媳妇儿。爹，爹。大师，我们奉师命远赴南阳，现在只等相约好的红船来到。红船是苏三娘的红船吗？苏三娘的红船劫富济贫，这次约定好一定会来的。你们都认识苏三娘吗？我们不认识，只是这位峨眉派五眉师太座下大弟子却与他有段渊源，到时他定会为我们引荐，所以我们也不会在此打扰太久。几位师侄不用客气，只是佛门清净之地无处收容女眷呢。方丈请放心，我在凉城也有些朋友，我会去城里住，一旦有红船的消息便来通知你们。师妹，你一个人在外行吗？洪师兄放心，我会处处小心的。这几日若是有其他南少林师兄们赶到，我会带他们来这里与你们会合。是这样，那好吧，你路上小心。什么？你让我嫁给姓梁那个小子？我连见也没见过他，你就要我嫁给他？这怎么成啊？当初我也没有见过你母亲，不还是成了夫妻吗？女儿啊，女人总归落叶归根，你总不能一辈子跟着爹江湖漂泊吧？什么江湖漂泊啊？现在我们不就落地生根了吗？现在这凉城这里什么都能卖，你看连西洋货也能卖，有什么不好的呀？爹，哎呀林叔，爹，我是不会见李巴山的女儿，更加不会娶她的。不成，我已经答应了你李世伯，大丈夫一言九鼎，说什么也不能反悔。你一定要去。爹，那天你是喝多了才会答应的，你根本就没有好好想清楚吧。哎，少爷少爷您歇会儿。是啊老爷，喝醉了酒答应的事不能太认真呐。不错，那天我答应的时候是喝得半醉半醒，可是我醒来以后已经想得很清楚，我跟你李世伯是从小一起作伴的好朋友，这些年被迫分开，现在好不容易又再见面，而且近在比邻，他一心一意将女儿嫁入我梁家，可见故人情重，我怎么好意思辜负人家的一片好心呢？爹呀，婚姻乃是大事，您应该认真一点对待，您怎么可以一句不好意思就答应人家？自从你娘亲去世后，你便买物成瘾，三四天便买一大堆东西回来，好像不用花钱一样。当初爹在朝廷当执事，有权有势，可以不认账不还钱，现如今爹也是寻常百姓。那个李巴山看他一脸的凶神恶煞，横行霸道的，这种人怎么能当亲？胡说，你李世伯外表是凶了一点，但是内心还是很仁慈的。仁慈？爹，你想清楚一点再说吧。我当然想得很清楚，不成，自从你娘亲去世以后，爹一直希望家中有个女人来打理，你都已经长大成人，成家立室是理所当然的事，家中有个媳妇来管着你，爹也不用怕你浑浑噩噩的过日子了。爹，你想家中多个女人有什么难的？我从来也没有反对过你再娶续弦，你尽管找个喜欢的，我一定好好跟她相处。爹都这把年纪了还想那种事？娘啊，小环好命苦啊，你人不在，我只是想起当年你和我去买东西的往事，就去买些东西来怀念你一下，不过现在什么都不能买了。娘啊。一昭，我有几间赌坊，表妹要买东西的话，其实我也可以。你知道个什么？你那几间赌馆又算得了什么？只要官府一查封，便化为乌有。人家梁座不仅有一间大药堂，而且祖上留下了大批田产。梁城后边有几座大山，都是他梁家的。再说了，梁座的医术远近驰名，你做了他的儿媳，有头有脸又有钱，有什么不好？表妹，你其实还有更多的选择了。小姐，
其实你也不要想太多，老爷在这里，娘家离得这么近，你要是有什么不满意，就立即回娘家呀。这个好像很有道理啊。既然这样，那就这么定了。不要说爹专制，我和你梁师伯已经商量好了，让你和他儿子见一面，培养一下感情。子俩都是一样的轻重啊。后还要让本官头痛，岂有此理！大人，属下知道在梁城之内除了青帮还有人可以帮到我们。哦，是谁？那边有说书的，哎，再看看。当年南少林寺的至善神僧便是在码头内处以一人之力大战青帮十大高手。当时他以一手名闻天下的咏春拳技压群雄，所向披靡，真是个惊天地泣鬼神，连九天雷神也被惊动，连劈30个汉雷。好，精彩，再来一段。好，有这么厉害吗？
哎，这位小兄弟，你认为老夫说的有错吗？不，我相信你说的绝对是真的。但咏春拳可以惊动九天雷神，这我倒是头一回听说。哎，你见识小，不知道那咏春拳的厉害。至善一招佛光出现，便打得青帮十大高手落花流水。哎哎，兄弟，想听说书吗？来，坐坐坐坐坐坐。就你说书，你怎么动手打人呢？咏春拳有那么厉害吗？你见过吗？滚！哎，都别走啊，听我给你们继续讲完呢。阁下，豪俊的功夫。人家只是说书，你们凭什么动手打人？实在抱歉，我们初到贵境，兄台刚才所用的武功好特别，到底是哪一门派啊？莫非是咏春拳？我们怎么可能是青帮的？看我们这身行头便知，是行商赶路的。兄台是本地人，我们要留住几天，不知可否一起喝杯水酒？不必了，我也有事，就此作别。那可否到贵馆拜候？随你喜欢。少爷，少爷。哎呀，林叔，你要干嘛呀？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我去哪里有什么关系啊？下午就要出门，老爷问起我怎么回答？林叔，你放心好了，我会准时回来上刑场的。这哎，老板啊，我要的货都到了吗？到了，都有货了。太好了，我可以正式下色了。你的模特找到了吗？模特？什么模特？西洋画和中国画不一样，不能够凭空想象的，你要有一件实物在面前，按着实物的颜色才能够涂上去。没有真正的人在面前，你再写多少张素描也没有用的。这个，哎哎，兄弟，你是在找这幅画吗？好，谢谢，我就是要找这张画来着。敢问兄台，你是？我是。来看看吧。我只是路过，后会有期。那我们试试。老爷，老爷，少爷回来了。哦，知道了。你干什么去？过来。爹。你干什么去了？我去买颜料去了。还不见过你李世伯？见过李世伯。嗯，你明知道今天约了李世伯到城外郊游，还大清早跑出去。爹啊，今天天气特别好，我想去写画的。反正时间还早，现在出发也不迟。世侄，你喜欢写画，这种天气写画是最好的了。在朝廷时，我见那些西洋人都喜欢到郊外写画的。今日天清气爽，实在是你写画的好时候啊。这便是我的女儿小环。还不失礼。李小姐好。你们也不要太拘束，反正日后都会成为自己人。爹，今天
天我们两家要成为一家人了。爹。好啊。爹，我们现在就出发吧。梁苏，想不到我们当年在这里捉鱼摸虾，转眼间就轮到我们的儿女在这里洗耍。真是人生匆匆，岁月不饶人呐。梁苏，其实你和我的命运也差不多，中年丧偶，留下了独子独女，虽然不算是膝下有虚，但孤独终老是注定的。幸好有你这个老朋友陪伴，上天也待我不薄。我们这边坐坐吧。梁座，我是四海为家，你却长居凉城，为什么不找个女人在身边呢？缘分未到，有些事不能勉强啊。我看你是心有所属吧，告诉我，她是谁啊？我的事慢慢再谈，眼前还是安排好薄仇和小环的婚事为先。哎，江湖人江湖事，最重要的是爽快。我们本来便是一家，又没有什么亲朋戚友，择个良辰吉日便可以正式亲上加亲了。会不会太仓促了？人生苦短，了却儿女之事，你就可以放心地去寻找自己的幸福了。小姐，你还撑得住吗？到底是什么玩意儿，累死人了！我听人说，画西洋画一坐要坐好几个时辰呢。什么？要好几个时辰？我才不玩呢！小姐，你不要冲动嘛。老爷说要给梁家留个好印象的，你要装得大方得体。况且，我看那姓梁的那位，每次望你都是含情脉脉，一看便知对你有意思呀。本小姐对这种眼神，早就看习惯。是一个人画的，又是另一个人。我们果然后会有期了。其实啊，我画的不是他，我只是借他来参照一下颜色和光影。如果被那位姑娘看到，不太好吧？给我看看你在画什么。有，再画下去就画到你了。我要先画风景，再画人。西洋画就是这样的。你分明是在耍我！小姐又想出手伤人，果然又是你，老爷，老爷！别叫，我和他还有事没有完。你们认识啊？你们两个也认识吗？我跟小姐素昧平生，但是跟梁兄相识多年。你和我？薄仇兄，这位小姐是你朋友吗？哦，她是我。听好了，我家小姐可是梁公子的。我爹跟他爹是世交，我和他并没有什么关系。既然是世交，更应该以礼相待，怎么能随便动手伤人呢？本小姐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要你管？梁兄是我的好友，
他的事，我非要管。哎呀，消消气啊，兄台不要冲动啊，消消气啊，啊！梁总，你在这儿等我一下，那边有些古怪，我去取就来。哎，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兄台啊，谢谢你的好意啊，我们借一步说话吧，走。哎，啊，梁慕城，你们要去哪儿啊？我们去小姐，你不要过来啊！小姐，你别生气了。小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回梁世伯，伯愁哥他说，跟他那位朋友到那边去小姐去。朋友？伯愁有这样的朋友？阁下是什么人？青帮办事儿，闲人勿管。你就不应该拉着我。如果敢向你动手，我是……青帮是朝廷在江湖的耳目，我怎会不知？梁城这种地方，你想打探什么？你多事就只有死路一条，是吗？小心啊！呀！要欺负伯愁，我就是为了吓唬他，别让他娶我表妹李小环。伯愁要娶你表妹李小环？
生了什么事？我正在小解，背后有人，他就冲出来了。表哥，表哥，哥，表哥，小姐，哎，小环。阁下武功如此高强，可是青帮长老。阁下又是谁？八卦拳，李八山。看来是误会，在下司徒燕。今日的青帮帮主。没错，今日路过贵地，与阁下并无关系。既然是误会，那就青山依旧，绿水长流，有缘再相见。救命啊！救命啊！表哥！表哥！救命！你怎么了？谁把你绑成这样的？是跟梁伯仇来的一个臭小子。啊！是他。他让我给你带句话。什么？他让你不要嫁给梁伯仇。他的事，我非要管。他不想我嫁。难道？那他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说？哎哎，表妹，表妹，表妹，救我呀！老板，来两碗面。哎，好，您稍等啊。兄弟，你真的好厉害啊！刚才吃了这么多小吃，你到底吃饱了没有啊？梁城的小吃很好吃啊。你对梁城这么熟悉，又好像对我很熟悉。敢问兄弟，你叫什么名字？你真的不认识我？不认识。这样呢？我知道了，这个我认得，你一定是武梅师太的弟子严咏春的师弟。的师弟，哎，你师姐有没有跟你一起来啊？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吗？我呀，兄台，我晚上来找你，后会有期。要后会有期。爹，你回来了。哎，这个是什么？这是梁家的产业，你是爹唯一的儿子，早晚都要交给你，索性早点交给你。爹，你是不是身体有什么不适啊？我现在就去叫大夫。爹没事。爹见你快要成家立室，就早点把药膳堂交给你，爹好安心去云游四海。爹，
不行啊。有什么不行的？爹已经和李世伯商量好了，尽快办成你们的终身大事。爹，你这么做是想尽快了结了自己的心愿吧？胡说！我没有胡说，你就是想放下药膳堂去找一个人。你这样做会不会太自私了一点？我自私？我哪里自私了？自从你娘去世以后，我一直照顾你，尽心尽力打点药膳堂，可你无心做事，整天就爱话东话西，不知所为。你李世伯的女儿有什么不好？贤良淑德，成亲以后你李世伯就可以就近关照，爹也好安心去云游四海。可是不要再说了，我已经决定了。洪师兄，永春，找到你就好。是李伯的手下，朝廷似乎已经发现了我们的行踪，你一个人在外面是很危险的，今晚就跟我们一起回去吧。这个怎么了？没事儿，我跟你们走。什么？南少林的余孽藏匿于凉城？李兄，这是你戴罪立功的大好时机，只要擒到南少林这帮余孽，朝廷一定会论功行赏，到时候不但恢复你的官职，而且还会让你步步高升。皇天不负有心人，我李巴山终于有翻身的机会了。小子，原来你在这里。他们是什么人？青帮的人。老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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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有人在打架。什么？老黄，跟我出去看看怎么回事。哎，南少林拳法，哼，不要再打了，都是自己人，一场误会。这位是李巴山，曾经的大内侍卫，是李大人请我过来请李兄帮忙的。领教过了，刚才那两个是南少林弟子，无端让他们逃走了，的确是帮了大忙。李大人叫帮主前来暗中查探，以便一网打尽，现在帮主突然捉人，会不会打草惊蛇呢？我看大家还是要从长计议吧。哼，李大人既然派我司徒彦来，轮不到阁下来指指点点。我司徒彦做事向来独断独行，不习惯与他人从长计议。那么从现在开始，你们青帮就等吩咐便是。你，我们走。这个司徒彦实在是太目中无人了，要是他捉到了南少林弟子，不知要嚣张到什么地步。所以宁愿抓不到人，也不能让他立功。老胡，派人盯紧了。是啊，我这就去派人。千万不要打草惊蛇，务必要等到南少林弟子全部到齐才能动手，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有漏网之鱼。怎么样？那家伙的拳法使得太快，真的很厉害。永春，你也受了内伤。那青帮帮主的武功实在厉害，我看不清他的拳路。另外，我看见洪川，先回司里再做打算。司里没有药，回去也没有办法。这样吧，
我去找药，你们先回四周。这怎么行？放心，我会小心的。你们快走。啊啊爹一直你帮个忙，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如果不想，怎么会来找你？太好了，实在是太好了。你怎么了？我是来求人的。有川，永春，你刚喝完药，得把身体调养好了再走吧。我不当年我们不是也帮过至善大师吗？要连累早就被连累了。梁大夫，永春，想不到你都这么大了。爹，你不要说了，你们两个谁都不要走，要走我走。你走，红船已经来了，我不想错过这次机会。红船已经来了，我们就是等着要上船的。反正我就是要跟着红船留洋海外，永春，你就留在我们梁家吧。爹，你要漂洋过海，
是为什么？有些人，既然一辈子都不愿意下船，那么就由我上船。爹，你是为了苏三娘吧？伯承，是爹不对。爹一直想放下身上的责任，才逼你成亲的。从来就没有问过你到底喜欢过谁。和李巴山家的婚约，我会跟他说清楚。永春，你就留在这里休息，药我替你去送。这么晚了，还是让我去送吧。我去还可以替病人医治，你可以吗？我，梁大夫。还叫我梁大夫？那我应该叫你什么？等我回来，你再好好想想叫我什么吧。恩师多年来常有提起梁大夫，今日有你的帮助，我们一众师兄弟有救了。什么？你看到梁座入了悬空寺？刚才听你说你的女儿正准备嫁给梁座的儿子，想不到一直潜伏在梁城接应南少林余孽的是你的亲家。我记得有人说过，当年就至善的是一个姓梁的大夫，可能就是这个梁座吧。梁大夫，我们连日赶路前来，伤上加伤，很多师兄都快支持不住了。啊，你们放心，我会替你们一一医治的。梁大夫，永春小师妹怎样了？她的伤势也不轻，留在我家休息。我与苏三娘也认识，我可以带你们前去找她。我想她应该会相信我的。那就有劳大夫了。想不到梁座竟然一直瞒着我。还有别的吗？没有了。继续打探。是。我的探子回报发现江上有艘不寻常的船在徘徊，可能他们的人已经到齐了，他们明天一早可能会有动静。我现在就回去向李大人请援兵。哎，哈查大人，为了你们的荣华富贵，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们登船逃走。我带你们上船。梁座，李巴山，梁座，你来这里干什么？我不过是送几位朋友上船。你可知道这帮人是什么来头？巴山，我来告诉你，他们都是南少林的弟子，是朝廷要捉拿的钦犯。巴山，你已经辞官归隐，何必再管朝廷的事呢？只要我擒下这些反贼，
便可以官复原职，无需委屈在梁城这块小地方，开一间什么也不是的武馆。马山，你何必要贪恋官场？难得回到故乡，应该好好颐养天年。此事与你无关，今天当作我没有见过你。你走吧。谁都不准走。李大人有命，有义。找四三娘。快点，不然就来不及了。岸上有两帮人正在火拼，还想跑？不要伤害我爹！爹，你没事吧？梁大夫，你没事吧？你不是小白脸吗？怎么成了个丫头？找死！是不是我们接头的人？好像是咏春拳。咏春拳，杨大夫，南少林拳法也不过如此。谁说的南少林拳法不过如此？传苏三娘，原来南少林余孽勾结的便是红传，今天可以一网打尽了。什么勾结？我们南少林与红传本来便是同气连枝，就凭你们这些三脚猫的功夫也想逃出老夫的手掌，痴人说梦。只要火候够，三脚猫也可以打死大老虎。你是谁？南少林咏春拳，梁二弟。少林的师兄们来找你的，就是当年那个小姑娘，现在都这么大了。三娘，爹，梁大夫，多年不见，你还好吗？还是一副旧模样吧。一切如旧，已经很好了。你们要叙旧，还是到牢房去叙吧。多嘴，前辈小心，他的拳法真的很快。是吗？看来你未得你师父的真传啊。师父也这样说过，他让我遇到前辈时请教一下。咏春拳是至善大师以佛法看透世情所创。何谓世情？不外乎人间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你未经人间爱恨，未尝人间怨愤，其中的精髓你当然不能尽得。我已经体验世间沧桑，咏春拳只是一路拳法。当你饱经忧患，它便是一种人生。看尽世情皆是妄，
不外寻桥，探枕棒。咏春，还有问题吗？我明白了。说什么人生哲理？天下武功讲的是拳头，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才是硬道理。看好了！怎么可能？这是咏春拳。我早就说过，咏春拳是青帮的克星吧？应该是所有歪魔邪道的克星。慢住说，你没事吧？住手！我输了，心服口服。不过我劝你们，还是快点走吧，因为李博大人的兵马很快就要到了。各位师兄，这位朝廷的鹰犬我们绝不能放过，否则我们的行踪就会暴露。慢着，各位，李巴山已经不是朝廷中人，这次纯粹是受人教唆。梁大夫，这样我们的行踪可能会被揭露，随时会连累所有的人。我担保他不会的。梁左，巴山，我们自小一起长大，我很明白你的为人，你贪只因为你自小没有。梁左，老实说，你不值得帮我。其实我将女儿嫁入你家只是为了你的家产。我知道，难道我会以为你会真看上我家那个傻孩子吗？爹，你梁大夫当年曾经救过你们的师父至善大师，他既然肯作保，我苏三娘接受。好，既然这样，我们都遵从前辈意思。未免官兵来到，我们还是快点走吧。请各位师兄上船吧。
从此得以广传发扬，经过代代宗师薪火相传，最终成为一门世人熟识的精妙拳法，非但威力无穷，更加传承着中华武术的侠义精神。